你们看，粉刺的地方都浮出来了，毛孔也紧致了。你在敷脸的这个过程里面用的是什么样的产品呢？片状面膜大部分就只能够做到保湿，甚至是有点紧致的效果。针对我们脸上的有一些粉刺啦、深层的一些脏污都没有办法做到代谢。保养品要做到有感觉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。地球推出的产品，但消费者你一用就有感觉，重点是还要非常的安全。因此，我们的金灿敷膜历经了一年的研发，终于跟大家见面。你有肤色不均、皮肤粗糙的状况，金炭敷膜同时能够做到角质的代谢。它一边是复活精粹，一边呢是碳酸粉，最主要的成分有火山泥、深海泥以及石海泥。这三个成分呢占的比例高达 75%， 这里面加了很高规的蜂王浆。敷完水洗之后，你会发现皮肤会很滑嫩，不管你是痘痘肌还是敏感肌，通通可以做使用。首先我们先将碳酸粉倒出来，再加入复活精粹，开始轻轻的做搅拌。搅拌的过程，如果你发现会有一些结块或者是没有办法调和的地方，我们可以轻轻的在碗的边缘用按压的方式充分的调和。静待10到15分钟，敷的过程里面会有紧紧、温温、刺刺，这是正常的。等它全干之后，我们可以准备泡水的湿纸巾，先把它湿敷让它软化。敷膜整个软化之后，就可以直接用水来做清洗。你们看，粉刺的地方都浮出来了，毛孔也紧致了。亲爱的朋友，你现在所看到的每一字每一句，都是使用过的朋友最真心的回馈以及推荐。一试就让你惊叹，一试就有感。惊叹精华敷膜，让你在家就能享受顶级18%。